又又又！你写错嘛啦？规工你哈根达斯，达斯，达斯，叫你再写，到处死来了。你知影这个月我已经接到几单，你性骚扰投诉好了。老板，我没有啊。我没有。你是不是上班都对女同事毛手毛脚，利用职务之便，下班聚会的时候还说要带人家回家学做人的道理？哇！老板，反正他们明天就忘记了嘛。忘了小叮当啦，忘记。我跟你讲哦。你买零酒的时候才爽的哦，爱打字的时候不要理你哦。老板，喝醉的事情找喝醉时的我。喝你的电池啦，你别拿铁锻炼当借口啦。我想讨厌这种人啦，查甫囝敢做敢当啦。你若搁一届，我绝对把你全部改做人啦。甚至必要的时候，我会一把就办啦。听着。是，老板，我知道了。其实人跟人相处，不是只有肉体还是欲望这么肤浅。只要做人用心搞活，心困到底，你以德服人，员工们跟下属们都会很敬重你的。每一位女婿都值得尊重。不准你去这样子戏虐他们，阿姨猜我，猜啊！大使你好，我是新来的，想请教你要怎么样才可以快速的升职加薪啊？我跟你讲了，无啥物退步啦，贫困到顶啦。我请教你工作上的事，你叫我跟你睡在一起，别闹！还没回去哦？对啊，老板，我今天留下来加班。真香啊！阿尼。你老婆在我手上了，你不要乱来啊！为什么条件要答应你啊？只有一个条件，请扫清前面的朋友，赶快订阅油条兄弟啊，要不然，哼。